正告台湾当局搞台独分裂活动，违背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利益，逆历史潮流，注定是绝路一条。过去几年，中国不断利用各种方式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升高对我们的军事侵扰，冲击区域的和平稳定。然而，这些打压与威胁都不会改变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也无法减损台湾人民坚持自由民主、大步走向世界的意志。